Love, change, hate, dust. Hi, 大家好，我是陈罗密欧。现在我们在对对碰的拍摄景点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抓的是大耳窿。我们来 interview 那些 class。对啊，你不可能一辈子都靠他养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看先啊。不是我不要找啊，是没有适合的。来来来来来，讲一讲，我们今天来干什么？今天来开班的。吃米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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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煮米粉啊！哇，大肥嫂，没有，今天重点是我们干嘛在这里啊？因为我们来排队对碰，谁不知道啊？来抓阿龙，那你说你为什么来这里啊？我们来抓阿龙，阿龙是谁？不要讲先，阿龙是阿炮，阿炮，阿炮，哎，你看不到吗？大家助我来介绍一下吧。来，这个是猪肉酥。猪肉酥 ，Hello。哎，这是鸡蛋少。对啦。哎，这是大肥少。不，这是酿豆腐之花。哎，这个是啊，算了。来，我是女状元。女状元叫什么名啊？徐姐。你呢？叫 David。David 是大肥少的。我的儿子。为什么我算了？为什么我算了？太帅了。我给你 add 他，我给你 add 他。我是 Tony， 我是跟。Romeo 情敌，情敌，我是跟他抢这个问这个女人的。不过 Romeo 每一部戏都有情敌的、啊，这样。好、哦，每一部戏哦，刚刚那部好像也是哦。有吗？不是吗？哦，你在讲那个《我们等你》吗？对啊，《我们等你》8月14日晚上9点，新人上演有徐冰，哎，我也是有。8月14，我们等你，我们等你哦。哎，这是对对碰的。没有，我也是有，我们等你。在我们拍戏的时候。当有等的时候呢，有相机在的时候呢，你看这三个人在做什么？赶快读我们那一场，可以那一场哈，那一场很用功对吧？可是如果相机不在的话，哎，拍照嘞！哎，帮我们拍一下吗？对对对。你们刚才不是在读稿没？哎，现在你在看？哎，你没有？哎，你快点读稿！被哪一场被？哎，这，披萨来了，披萨来了。妈咪其实我们不是很有空啊，是因为 location 出了点故障，所以我们现在才这么有空。就是啊，做不了的。今天拍了就是因为我去加隆，调动全场来救我。所以我们今天出现就是为了这个花，那真的活该了他，帮他对不对？看的时候该怎样了？回报我们，打他！徐杰，徐杰没话说。你不是女状元吗？徐杰是个状元，但是徐杰不知道什么叫榜眼，什么叫探花，所以那天被笑得很惨。徐杰今天呢，一身圣诞树的造型。其实为了要抓阿龙，然后为什么要抓阿龙呢？就是后面那只瓜做了一些好事。我没有，他们诬赖我呢。游手好闲，23岁，不务正业，接阿龙，他不应该的，因为我们这些老人家来帮他嘞，真的。还我镜头，你们看啊。OK， 我家里是没有钱，说我拿一点钱哦，就算是宠坏了。连这个家里很多钱，拿多少钱都没问题，没有道理。所以我家里没问题。你都已经说你家里没有钱了，可是有的事情我干嘛要赚钱？可是我妈还有钱，我都讲我爸去卖酿豆腐了哦。现在小孩真是要不得，这种，虽然帅，可是没用。最好是谁？就是鱼王子，这个最好了。你看，因为我是卖鱼的，
卖鱼卖到很 gay boy 你懂吗？很 gay boy 的。不是，第一又帅对不对？然后又务正业，不务正业，但他务正业哦。然后呢，又对朋友好了。我说我要给 close up 了，来。可是哦，都只在 action 以后，那一看了以后，一看了以后哦，就变成我们的专属 cameraman。其实不是我的错，是我帮你的。说真的，我真的有话要说了，因为在戏里面这些角色里面，我真的觉得我这个角色是非常女孩子，大众女孩子会非常喜欢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有钱又帅，然后又润姐，我老婆为什么会选择鱼丸子哦？啊，鱼丸子，你在讲我吗？因为你看啊，一个卖鱼的都有什么钱？而且在戏里面，我不是不务正业哦，虽然我家里很有钱，但是后来我也自力更生。我跟你说，大家不会只听你的一面之词。我们来访问一下鱼王子，鱼王子到底是个怎么样？对，好。鱼王子，所以说刚刚有人称赞你，也有人说，你其实给博的，也有人说你其实没有这样好的，那你自己认为呢？我觉得我这个角色是真的是深入民心，为什么呢？屋主来了，我们可以开工了呀！那那那那那，屋主，我们等你等得好苦哟。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，有办法了，有办法了，我们还是得访问一下。还没说完，大家想知道鱼王子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就请看对对碰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开工了，对对碰，先看我们等你 ，OK？ 啊，我们等你，先看我们等你，然后再看8月14号，对对碰，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，只在八频道，没有的，没有的，八频道，完全不让你说。我们等你，我们等你哦。